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。这时，无尽意菩萨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裸露右肩，合掌向释迦牟尼佛礼敬，这样说道：世尊，观世音菩萨是因为怎样的因缘而得名为观世音呢？释迦牟尼佛告诉无尽意菩萨说：善男子，如果有无量百千万亿的众生遭受到种种苦恼，如果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并且一心称念他的名号，观世音菩萨就会立即察觉到他们的音声，并且予以救度，而使他们得到解脱。如果有人持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即使他陷入大火之中，大火也不能将其烧着。这是因为此菩萨有大威神力的缘故。如果有人被大水所淹，只要他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就能很快到达浅处。如果有百千万亿的众生，为了寻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珍珠等宝物，乘船进入大海，即使遇到狂风，将他乘坐的船只吹到罗刹鬼国，如果其中有人，甚至仅有一人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那么所有这些遇难的人都能解脱鬼国之难。由于这种因缘，所以就称其为观世音菩萨。如果有人在他面临被害的时候，只要能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那么意图谋害他的人手中的刀杖就会应声折成碎断，使受害者从危难中得到解脱。如果在三千大千世界的国土中，到处都充满夜叉、罗刹等恶鬼，他们想要伤害众生，但如果这些恶鬼听到有人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他们不仅无法睁开眼睛看人，更何况加害于人。如果有人，无论是有罪或是无罪，如果手脚被戴上镣铐，全身被枷锁缚绑，只要他能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那么所有刑具都会自动断坏，使其从束缚中得到解脱。假如在三千大千世界国土中，到处都有谋财害命的盗贼，有一位商主率领许多商人携带贵重珍宝经过危险的道路，其中有一位商人建议大家说：各位善男子，大家不要感到恐慌，你们应当一心一意地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因为这位菩萨能将无畏神力布施于大家，你们如果称念他的名号，就能够解脱怨贼相害。众商人听完他的话后，都大声念道：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因为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缘故，他们都摆脱了危难。无尽意菩萨、观世音菩萨有如此宏大的威德神力，如果众生怀有很多欲望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能远离欲望；如果众生怀有很多的嗔恨、愤怒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
便能远离嗔恨、愤怒。如果众生多有愚痴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能去除愚痴。无尽意菩萨、观世音菩萨有如此宏大的威德神力，为众生丰饶利益，所以众生常应心念。如果有女人想求男孩的，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，就会生出福德智慧具足的男孩；想要女孩的，便会生出端正相貌好的女孩。观世音菩萨广植德本，受众人的爱戴。无尽意菩萨、观世音菩萨就是有如此大的神力。如果众生能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，他的福报则不会落空。因此众生都应当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。无尽意菩萨，如果有人能受持62亿恒河沙数之众的菩萨名号，又能对这些菩萨终生供养，如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医药等，你是怎样认为的？这样的善男子、善女子，他们的功德多吗？无尽意菩萨回答说，他们的功德非常多。世尊，释迦牟尼佛说，如果另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礼拜和供养，那么他所获得的福报与前面所说的善男子、善女子所获得的福报完全相等，毫无差异。在百千万亿劫中，他们的福报也难以穷尽。无尽意菩萨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就能够得到如此无量无边的福德利益。无尽意菩萨对佛说，世尊，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在此娑婆世界云游，又如何为众生说法？他教化众生的方便神力又是怎样的？释迦牟尼佛告诉无尽意菩萨说，善男子，在一切国土中的众生，如果有应以佛身而获得救度的，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为其说法；应以辟支佛身获得救度的，观世音菩萨即现辟支佛身为其说法；应以声闻身获得救度的，观世音菩萨即现声闻身为其说法；应以梵王身获得救度的，观世音菩萨即现梵王身为其说法；应以地势身获得救度的，观世音菩萨即现地势身为其说法；应以自在天身获得救度的，观世音菩萨即现自在天身为其说法；应以大自在天身获得救度的，观世音菩萨即现大自在天身为其说法；应以天上大将军身获得救度的，观世音菩萨即现天上大将军身为其说法；应以毗沙门身获得救度的，观世音菩萨即现毗沙门身为其说法；应以小王身获得救度的，观世音菩萨即现小王身为其说法；应以长者身获得救度的，观世音菩萨即现长者身为其说法；应以居士身获得救度的，观世音菩萨即现居士身为其说法；应以宰官身获得救度的，观世音菩萨即现宰官身为其说法；应以婆罗门身获得救度的，观世音菩萨即现婆罗门身为其说法；应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身获得救度的，
观世音菩萨即现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身，为其说法，应以长者之父、居士之父、宰官之父、婆罗门之父的身相获得救度的。观世音菩萨即现相应的妇女身，为其说法，应以童男、童女身获得救度的。观世音菩萨即现童男、童女身，为其说法，应以天神、龙神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侯罗伽、人和非人之身相获得救度的。观世音菩萨即现相应的身相，为其说法，应以执金刚神身获得救度的。观世音菩萨即现执金刚神身，为其说法。无尽意，这位观世音成就如此的功德，能够以各种身形游历各个国土，救度那里的众生，所以你们应当一心一意地供养观世音菩萨。这位观世音菩萨能在众生遇到恐惧与危难之时，把无畏布施给众生，所以这个娑婆世界都称观世音菩萨为施无畏者。无尽意菩萨对释迦牟尼佛说，世尊，我现在就应当供养观世音菩萨。于是无尽意菩萨解下颈上的宝珠与璎珞，价值可达百千两金，把它们奉献给观世音菩萨，并这样说道，仁慈的大德，请接受我奉上的珍宝和璎珞，作为我们如法的供养吧。这时观世音菩萨不肯接受，无尽意菩萨又再次对观世音菩萨说，仁慈的大德，请您出于悲悯我们的缘故，收下这些璎珞吧。这时释迦牟尼佛对观世音菩萨说，你应当出于悲悯这位无尽意菩萨以及四众弟子和天神、龙神、夜叉、乾闼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侯罗伽、人与非人等的缘故，而接受这些璎珞。于是观世音菩萨出于对四众弟子及天龙八部、人与非人等的悲悯，即收下这些璎珞。他又把这些璎珞分作两份，一份奉献给释迦牟尼佛，一份奉献给多宝佛塔。释迦牟尼佛对无尽意菩萨说，无尽意菩萨，观世音菩萨有如此的自在神力，所以他才能自由地游历于此娑婆世界。这时无尽意菩萨又以偈颂重问道，世尊妙相具，我今重问彼，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？具足妙相尊，即答无尽意，汝听观音行，善应诸方所，弘誓深如海，历劫不思议，事多千亿佛，发大清净愿，我为汝略说，闻名即见身，心念不空过，能灭诸有苦，假使心害意，推落大火坑，念彼观音力，火坑变成池，或漂流巨海，龙鱼诸鬼难，念彼观音力，波浪不能没，或在须弥峰，为人所推堕，念彼观音力，如日虚空住，
或被恶人逐，堕落金刚山，念彼观音力，不能损一毛。或执怨贼绕，各执刀加盖，念彼观音力，贤集起慈心。或遭亡难苦，临行欲寿终，念彼观音力，刀寻断断坏。或囚禁枷锁，手足被丑亵，念彼观音力，释然得解脱。咒诅诸毒药，所欲害身者，念彼观音力，还着于本人。或遇恶罗刹、毒龙、诸鬼等，念彼观音力，实悉不敢害。若恶兽围绕，利牙爪可怖，念彼观音力，即走无边方。猿蛇即腹蝎，气毒烟火燃，念彼观音力，寻声自回去。云雷鼓彻电，降雹助大雨，念彼观音力，应时得消散。众生被困厄，无量苦逼身，观音妙智力，能救世间苦。具足神通力，广修智方便，十方诸国土，无刹不现身。种种诸恶趣，地狱鬼畜生，生老病死苦，已见悉令灭。真观清净观，广大智慧观，悲观及慈观，常愿常瞻仰。无垢清净光，慧日破诸暗，能伏灾烽火，普明照世间。悲体借雷震，慈意妙大云，助甘露法雨，灭除烦恼焰。争诵经观处，不畏军阵中，念彼观音力，众愿悉退散。妙音观世音，梵音海潮音，胜彼世间音，是故须常念。念念勿生疑，观世音净胜于苦恼死恶，能为作医护，具一切功德，慈眼视众生，福聚海无量，是故应顶礼。这时持地菩萨即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走上前对释迦牟尼佛说：世尊，如果有众生听到这篇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，知道观音菩萨自在无碍的事迹，了解观音菩萨广开无量法门，示现各种神通之力救度众生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，此人所获得的功德的确不少。释迦牟尼佛演说这篇普门品时，参加法会的大众之中有84000众生都发下自求无上正等正觉的誓愿。